小土狗暖心地安慰豆豆。你妈妈跟豆豆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妈妈老躲着豆豆，快说，说了我送你上学。人家好多网友都说昨天没有看见花球，你为什么我们一在的时候你就躲着呢？你们两个不是没打架吗？平时对视一下你就输了是吗？我把豆豆叫来，豆豆，离这么老远，你看他在这儿，他在这儿，你在这儿，还是有矛盾呢。豆豆气跑了，豆豆一走他才过来。虽然没有打过架，但是在气势上你就输了。你看人家豆豆一走你就过来了，要不也不敢过来。让我们大家看看你的伤，你这打架打出经验来了，这不都好了，都干了，彻底好了。你经常在外边打架，然后看见豆豆就觉得自己肯定得输是吧？豆豆一来就当了院霸，他俩气着你了，不跟你玩是吗？过来，小花生你先过来，你安慰安慰他，他生气呢。豆豆不能生气，豆豆怀孕了不知道吗？你安慰安慰他，别让他生气了，气大伤身。小花生还挺听话，让他过来安慰就来了。你妈妈是不过来，一看你妈妈就是认怂了。行了，豆豆不生气了啊，起来吧。